王源郭京飞录制快本，郭京飞自称是未来的他，而王源的反应很真实。王源如今远赴国外求学了，但是对于他的关注还是不少的。近期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原来在他留学前，王源郭京飞录制快本，郭京飞自称是未来的他，而王源的反应很真实。大家都知道王源的性格是很可爱的，他很喜欢笑，特别的甜。不过这次他和郭京飞是以黑科技达人的身份来到快本的，所以刚到的时候大家还以为他要高冷起来了，但是几分钟过去他就又恢复原来的性格。而郭京飞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还带上了王源，表示是老男孩组合。大家都知道他和李光洁、雷佳音在网上一直自称是老板的三小只，王源听到之后笑了起来，并表示要看着他来警醒现在的自己。